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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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.如果要这样的话，就先把一些比较 OP 的讲一讲。等一下，哎，上次不是讲到神了吗？真好乱哦，有点乱哎，怎么办？乱掉了、啊，哎，太乱了吧！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曹操好了。因为乱掉了，我们一次先介绍个两只好了。然后这边是刘备，然后我再找其他东西讲。我先看一下我们祖先到哪里了。主要是看你主线在哪边啦、啊、我觉得。然后尽量不要乱掉。哎，吕布有了，但是没有曹操。应该是。先直接搞上去吧。我如果要搞顺序需要相同的角色是不是？那立仗可以干嘛？其实最重要就是列传了。哎，战役在这里，这给回去我们主线吧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打战役这样。其实本影片的重点是演示到战役为止的。我这边要教学哦。啊，没有这种战斗是怎样？是可以逃走。这真也太无聊了吧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无聊的东西。这些主线比较好玩啊。那要不要再教一次低端教啊？天啊！那个在哪里？有点像是那种船的那个游戏，对不对？就之前玩那个什么船舰的那个的那个感觉，有像。有像因为超级英雄是可以直接选，对不对？我操！也在这边选吗？哦，所以可以敬酒三次，是不是？基本上这游戏我是以武将为重点啦齁。对啊。费事。要和服了。